今天我们来吃老婆饺，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发三罐，然后每一罐的话是多少克来着？230克，也就是说这三罐加起来的话也有700多克了。先拆一罐出来看一下啊，哎，还挺香的。这个是捞汁老婆饺，我先把这个给它拿下来，倒一罐出来看一下啊。这个是一罐的量，哎妈，哎呦，天哪！这个好大呀！沾点汤，嗯。好吃，它这个吃起来一点也不腥，嗯，好吃。